我不是喊路了吗？为什么不让我走嘞？那个另外一边，你他今天有去，可以你忘了去帮我另外一边打掉那一块，是吗？可是不是会漏水啊？会不会？不会，三个万，你忘了排队，另外一边已经是少，那也很少。还是你是你是分家全部承担的，反正都会来做你的。对啊，那就是我一样钱，我只有房子。哎，今天很贵的糖，七七四，他说草莓，他说草莓好吃，真的吗？好，我明天给你带一箱草莓。这多少钱？全部都糖。为什么要来洗我的冰呢？阿内米汤 ，OK。那我要吸你的经验，可以吗？好。好，我加入来了。不要帮我啊！一直吸经验。这样子会造成我的困扰，好吗？谁知道你讲的也不准啊！对啊，因为我们有点羡慕你啊。五年嘛，讲的也是。他讲的没有办法，只好说。今天已经有这样讲都是四年。我就想今年啊，加十二，对呀，我蛮会的嘞。我不知道你知道之前是。
因为我花台币啊，不是不是，不是我有收卡，我有整个台币的要多。你们在开啊？
对。还有怎样？你要出来玩？请求集合。魏博士啊，魏太强，魏太强，他老师在跟你讲吗？进攻。那谁？魏太强，他都是跟你，他跟你内心有魏太强。有啊，里面有。太弱了，太弱了。他们那个有一个面，海鲜店啊，海鲜什么的，吃饭哈。对啊，我是哑巴。还太好吃了，也太让我可以拽住。哎，那间一开始是没有人，对，然后我们去吃完之后就感觉爆了。